怎么了？我感觉肚子不暖和呀。完了，我忘了今天是我来大姨妈的日子啊。我想想，你又瞒报重要信息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现在怎么办？我帮你遮一下。快点，快点。然后呢？去厕所。走走走，带路带路。转过去，护着点，看你。哦，对。哎，怎么办呀？顾香香在那装什么呢？就算不舒服，这么多女生她不找，非要找乔楠，还穿她衣服，真绿茶。什么年代了？为了追自己喜欢的人，动点脑子不行吗？可是他明明知道高岩也喜欢乔楠呀，高岩还好心邀请他参加生日会，真没良心。对啊，都忘了高岩也喜欢乔楠。一边是乔楠和小花，一边是乔楠和学霸。天呀，都这么般配，我到底应该怎么选？支持公平竞争。三角恋是偶像剧当中最经典的人物关系，没有三角恋就没有戏剧冲突，没有火花，没有抓马。你没事吧？怎么没事？我的血流成河了。对不起啊，我这就给你倒杯热水，顺便管同学借个姨妈巾啊。你顶着我这张脸去跟同学要姨妈巾，那我乔楠以后还混不混了？那怎么办啊？距离需要3公里，应该够远了吧？244，小伙子，我们这有个品牌啊，正在搞促销，比这个便宜。哦，不用了，我习惯用这个牌子的。啊？啊。我刚没看错吧？难得来买姨妈巾，肯定是给穆想想买的，没跑。我昨天怎么说来着？我的预感就没错过。没想到逃了一节体育课，还能扒出这么劲爆的八卦呀！南哥给穆想想买姨妈巾这件事，千万别往出传，一旦传出，太有损南哥威武形象。这还用你说？什么？乔楠去买姨妈巾？哎呦，千真万确，我听五班的贺鹏程跟我说的。我明白了，乔楠也太贴心了，简直是出得厅堂进得厨房。我听一班的人说啊，乔楠为了自己心爱的女生都下厨做饭了。啊？他不是富二代吗？他咋还自己下厨做饭呢？你懂什么？为心爱的女生做饭呀，这叫浪漫。他可是乔楠哎。啊？你们听说了吗？乔楠和穆强要同居了。哎，快来快来！真的假的？快来快来！乔楠跟穆强要同居了。乔楠和穆强要同居了，两人一起做饭呢。高中营业就领结婚证了。对，真的，可劲爆了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乔楠跟穆强想要结婚了，真的千真万确。我刚从那边听说的。都见过家长了，这么夸张？好像是人高中毕业就领结婚证了，是吗？东导演，
谣言都是谣言，这能怪谁？都说了让你买姨妈巾，跑远一点，跑远一点。你看看，还是被同学看见了吧？可是也不能传这么离谱吧？我的名誉全毁了，我的身上也毁了，好吗？帮女生买姨妈巾，这要传出去，以后罗马世家还有没有哥德立足之地了？你别贫了，再这么传下去，李清华都要知道了。看你这心理素质。来，不就是早恋吗？哥就勉为其难的承认了，又怎么样？你要是敢承认，我就实话实说，咱们是灵魂互换，到时候咱俩就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吧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打破一个谣言，要么就是实话实说，要么就是编造另一个谣言。实话也不能说呀，他只能编造谣言了。有了。啥？那我以后还有没有地位了？要地位还是要住精神病院，你自己选吧。但是不要地位吧。